咱们这回回中国，我跟奶奶生活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点8点接星一天没有人，我都纳闷了，什么时候能有人？我天哪，就感觉这边人好像都不出来玩哎，就是就在家宅着。嘘，在，让我跑跑跑，你别瞎喊，别瞎喊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蝌蚪，你们看到这黑影了没有？这就是蝌蚪，蝌蚪群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我去。你别动，马克，你别动啊！你千万别动啊！这是青鱼，我看着头就像青鱼，你们也看看啊！你们看见了吧？看见鱼了，有很大的鱼对吗？这条鱼啊，目测应该在8斤到10斤左右，半米长啊！这也太嚣张了，你这在浅滩游，来这边一年真是没吃到淡水鱼，但是不行啊，这里边鱼不能捞的，就这么大个的，这里边至少3-4条。就这个小池塘里，你看看，奶奶跟你说什么？你跟人说话啊！奶奶问你说话，我也听不懂啊。你跟奶奶说话，聊聊天，问问奶奶你好不好？他说那个，这那有两腿。那两条大鱼，对，我也听不懂。马克就是翻译，你知道吗？黑头黑头，好歹不说。哎呀，真是尴尬，就是其实我挺跟人愿意跟人聊天的，但是这语言不行啊！我天哪，哎，没文化真可怕！我天。你说蝌蚪的妈妈是谁？你告诉大家。哎呦呵，行，来机长，你们就看这么一大片荒地啊，就是让孩子玩的嘛，最起码来个踢球的吧，连个踢球的都没有。我天，这刚8点啊！我们现在跑呀，你说现在跑啊？嗯，你跑吧，我在这看着你跑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们一起跑。爸跑不动啊。为什么？爸爸胖啊。爸爸。你减肥啊？减肥好，减肥明天，减肥永远是从明天开始的。爸爸，干什么？今天减肥。好，好。今天，今天减肥。你知道这个青蛙长大以后他们吃什么吗？蚊子，他们最爱吃蚊子、苍蝇。就这样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个舌头伸出去，跟蜥蜴一样。他们飞起来，他们是。对，在水面上。你看小蝌蚪在那打架呀？没打架，他们在那抢食物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天哪！你看它的尾巴后边有一个两个小点儿，看见没有？两个小点儿，那个就是它以后的两个后腿儿。蛤蟆有两个后腿儿。啊，我知道，在这里有两个，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跟大家说，今天咱们几点直播？我们晚上7点直播。对，大家没事的过来给我们助助威，打打气什么的啊，点点赞，涨涨人气。老时间，老地点啊。我也尽量不犯错，多播一播，要不是每次都挨说挨骂，人有脸树有皮啊，老这么大岁数也不能老人骂呀，是吧？老被抖爸爸骂。马克，你过来过来，我问你件事儿。咱们回家找奶奶去，你跟奶奶住几个月，要不然，然后我回去接你。不行，不行吧。不是，奶奶可好了，奶奶做饭特香。你看爸爸的体格，就是吃奶奶饭长大的。不想。哎，我是说你要在国内，我跟你说，你天天有人找你玩去，真的。国内把中文学好了，好不好？不想去奶奶。不，为什么不想找奶奶啊？我是跟你一起去。让我一起去，那我要去，你去吗？我去。我要留下来，你也留下来是吗？嗯，不想去。住给奶奶啊，不想跟奶奶住自己。这个虽然是有点啊刺耳，但是这是每个孩子的心声，我觉得不太愿意跟老家一块住，这个老家也不愿意跟我们住。说实话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讲，你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长期生活，除非是在你还没有自立的情况下。你说我带着我老婆跟我妈一块住去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你别说我媳妇了，我都受不了。这不是说我们受不了我妈，我妈可能都受不了我们，因为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生活方式，是吧？我们从吃、坐一时间、生活习惯就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你怎么可能跟家里一块住呢？你别说跟自己父母了，你跟你自己媳妇在一块天天吵架呢，是吧？你回去你要天天跟你妈在一块，那完了，完蛋了，那就，啊，这婆媳之间能搞好关系真是太少了。马克，我觉得真要是给他搁国内半年。中文顶呱呱，绝对的，啊，因为整天就是中文，没有别的话了。哎，真的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商量点事儿。咱们这回回中国，我跟奶奶生活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你呢？我回来，我得回来上班挣钱啊。我想问去幼儿
那边中国的幼儿园可好了，好多小朋友呢，中国小朋友可好了，那边什么都有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玩得好。别闹别闹别晃。妈妈跑酷。跑步。跑步。步。步。跑步。跑步。爸爸们去跑步。这个说好了啊，我回来机票不给你买了啊，我给你买单程机票。不。你玩半年，然后那个我春节的时候去接你。春节，哎，春节可好了，过年在咱国内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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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如果我跟他留下的话，他肯定愿意，但是他妈妈估计不干，练的肯定不干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跑步。行了啊，那个大哥大姐们、叔阿姨们，咱们那个老时间老地点，19:00，别忘了啊，咱们直播间过来给我们加油呐喊，助威来啊。行了，跟大家说拜拜吧，跑两圈。跑两圈，然后就睡觉去了，拜拜。